轮到的是阿福弗莱喜，打给宋承瑞，蛮深远的，在中外野方向来看下球的落点，最后哇，郭天信差一点点就有机会了。跑两个垒包没有问题吧？哇！但是我们看到郭天信的背力依旧惊人啊！阿福在第三次上来打击，终于兑现安打了。来，这个高坦特要考验一下林进海，最后是 safe。嗯，没有拿到分数。黄文成靠着脚程啊，躲过了一次的刺杀、啊。对，双方一比一了。季杰出棒带到了中外方向，詹子贤这一棒要送回第五分。对，连续的安打出现，也让明星队五比三。对的。耶！志豪完全不手软呀、啊，打自家人一样打的。大家都在模仿他的那个招牌动作吗？哦，对啊，就是例行赛的话不可能嘛，那现在可以的话就很开心呐、啊，就可以学他那个招牌动作，对吧、啊？那个有，大家都想要上垒，然后可以比一下。那个有什么秘诀吗？学的动作有什么没给他注意的？就记得肩膀要够柔软，对。要 wave 的感觉。要 wave， 对。Bueno, eso significa mucho para mí, de verdad que sí. Significa que me tiene mucho cariño, me tiene mucho respeto en la liga y de verdad que me siento muy orgulloso y muy contento de ver a todos mis compañeros del otro equipo, del equipo nosotros, perdón, hacer eso. De verdad que me llena de mucha satisfacción. Bueno, creo que, como te dije, tuvimos una tremenda armonía de los más veteranos, los más jóvenes, tu vida que tenía una buena...comunicación y una buena armonía, veía a Namo y Ana hacer lo mismo, Gili Gilao, ¿sabe? De Paula, Franco, todos los muchachos, de verdad, uno se siente muy contento con ellos. Jorge Xin, 突然调皮了起来，在中外野模仿王一中的投球动作，对，但那也很尽责的。他最后球要出手之前，他就知道他不能再学了。面对第一位打者就投到了满球数，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更有趣了。我已经学很久了呢，就是。就跟着他的节奏去玩呢、啊，然后也有助于我手背啦。其实哪方面会？就是跟着他的节奏，然后去就是跟着他启动，然后到打者要打到球这段时间，对。那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今年季初就开始，就是他回来之后就开始了。其实上次就知道了，其实。也不止他啦，其他人私底下也都会模仿，但不会在比赛期间这样，对吧？据你所知，你知道有哪一些人有在模仿你？其实都有吧，连教练团、火哥他们都有，嗯。其实一直都有在比，其实回来台湾的时候，其实一直都有人，对吧？只是可能最近又开始这样，他比较浮夸一点呢、啊。太烧了，对吧？太对吧？他咬得太烧了，对吧？对，我没有摇晃那么大，哎呀、啊。那如果让你给他评价打分数吗？在100的话，你会给他打几分？两分啊，就他的背号就好，啊。哪有？他也摇很大力啊。所以你是有先看他的影片，还是就是平常观察？怎么踹？没有，因为我就正面看着他，就跟着他做这样。算了，但是我不能到他丢完球，因为我要准备守备，止玉吧，对吧？因为他也是开放式，要开放式的才可以了，对。所以想要试试看。对。